传说来自猎户座的星际使者，拥有无穷的力量，他们肩负拯救人类的使命，和黑暗战斗，为这个世界带来光明和希望。那会不会好像超人那么劲？地球劲过超人啦、不过超人都要你帮手才可以完成任务的。有什么任务啊？就是和我们一起打败病魔，创造奇迹。台庆剧《星空下的人义》10月18日晚，翡翠台，奇迹降临。我哋劲过超人，会唔会夸张一啲啊？小朋友系要氹嘅，但系做咗老豆你就明噶啦。